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大叔上车 Project。今天带大家到彰化县彰化市的彰化车站走走。彰化车站在 Google 评论有1427则，评价为 3.9 颗星。彰化车站位于台湾彰化县彰化市，为台湾铁路公司西部干线的铁路车站，也是纵贯线南段、海线、山线的交汇及旅客转乘车站。但路轨实际分起点位于本站以北约3公里的大肚溪南号之站，与本站间共用路轨。彰化车站为配合台铁捷运化政策，2011年9月26日，跨站人行天桥正式启用。高架化改建规划中，目前为一等站，为山海线南端交汇点。本站为长途列车司机员、机车长及列车长交班之地，彰化机务段所在地。设有通勤电联车中部维修基地，台湾仅存的扇形车库及台湾第一座 CTC 总机室也在此地。彰化站铁路文物展示室、台中运物段段本部及彰化车班组所在地，皆位于车站附近。彰化的站场非常广大，除了站房及客运月台外，西侧还有非常多的路轨，停放各式各样的客车、货车，并且有很多间工厂、维修基地等等，还有扇形车库里的大量电力机车和柴电机车。事实上，若要论站场规模和维修设施，彰化才是全台第一。当然，原本台北、高雄都应该拥有相同或甚至更大的空间，但台北早已地下化，高雄现在也追随脚步，都不可能再与彰化相提并论。至于台中、台南这两个客运大站，其实他们的站场都比不上彰化。彰化车站有3个月台，配置与中壢车站完全一样，只是方向相反。其中南下列车大半停靠第一月台为暗室，北上列车大半停靠最西侧的第三月台为岛室。第一月台与第二月台间只有一条轨道为西班牙式月台布局，但列车通常只会开启靠近第一月台的门，第二月台实际上只有 B 侧可以利用，偶尔分担一下待闭或始发的功能。到了彰化车站，不妨到扇形车库走一走，就好像到了京都却没去梅小路一样可惜。以前台铁共有6座扇形车库，分别是台北、新竹、彰化、嘉义、高雄、高雄港，都是纵贯线上的大站，但其余5座全拆了。比较曾引起注意的，可能只有旧台北车站旁的那座。彰化扇形车库本来台铁也打算拆掉，幸好大家发现这已经是台湾最后一座，再拆就没了。总算以舆论力量逼使台铁保存下来。扇形车库在彰化车站西北侧，先沿站前的3民路往北走，看到和平路斜左转进去，走一段路之后就会看到一个人行地下道，穿越此地地下道就抵达扇形车库。参观扇形车库不用门票，管制也只是形式上，登记一下姓名就可以进去。最难能可贵之处
是这个扇形车库仍在使用。从蒸汽机车、柴电机车到电力机车都可以看到，而且转车盘频繁运作，火车头杀进杀出，真的非常过瘾。现在就让我们跟着镜头的移动一起散步吧。
来一个后，没有。